贺乔燕看到秦雨月的资料，脑子里闪过秦雨月三段最癫的画面，想回秦雨月把自己拖入卫生间。你怎么会在我家？我希望呢，我们这个剧呢能够做一部有品质，然后也有影响的一个爆款剧。希望大家我们一块能够齐心协力。我们非常期待啊，期待它成为我们这个今年的一个爆款剧啊。特别专业精细的搞一些盐呀，称一些重量啊，多一克都不行的那种。然后我在这，然后搓搓小手，然后我就哇，这个哎可以可以，然后搓一搓丢进去，那种反差。对啊，太甜太酸。对，那个包子怎么办？啊，这样。包子不健康。营养比例失调。这样，怎么？对，就没事的。这么一做，手触到了，看着了，是吧？是吧？我觉得有点觉得你入口的味道。那得且闻一会儿呢。回家吧。小宝别笑，很难受的啊，离家出走了。去洗洗小手。开盘子打碗，不能说开，不能说话。贺先生念念不忘，对他的一个定位是，一个有趣但是又有温暖的故事。我是雨月的未婚夫贺乔燕。男一哲明，陆哲明，因为他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拍摄的经验。是还是没抓住，最后一步就跨了一个档。也行，对吧？要是那样有意思吗？主要还没解约，你就还是贺太太的身份，是小宝的妈咪。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跟其他异性保持距离啊。我在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坚持、小想法，然后会主动跟他讲说：“老师，你看这个想法好不好？”我会主动去找他交流。都在这儿，倒是没走。如果他要是直接上车，倒也无妨。因为你听一听你说那个话，我就过来了。他可能自己都走了，咱俩都没注意，然后他就走。对呀、啊。我一看一眼就是我可能走不了，然后我放下这个。那个跟小宝说一声，我也别不听。你肯定是别他说，你不想打的。他也提出他的一些看法，然后呢，去我们大家去做一个融合。没有意识的时候，我靠近了你，你有一个害羞，没羞涩，然后我一碰你，你就往那边，没啥说话。见到哲明跟我们聊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物其实是他是有不同维度的。我太太可以不跟你走旧程，但我可以替她新账旧账一起走。这其实是我的处理方式不对，给你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就是想道歉。你跟我道歉？能让我主动找什么来道歉的人？你是第一个，值得骄傲一下。我们之间其实在这个人物上达成很高的一种共识，其实他在整个的塑造过程中也顽强了这一部分。您是对我们贺氏有难，但我们贺家人也不应该处处都要妥协。贺氏的股价上涨，
对我们双方才是双赢。其实给到了霸道总裁另外一面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哲明带给我们的惊喜。当众承认，当那么多人的面承认说我是他妈，然后就在于我后面做很多事情，我都会想到这东西，因为我在那么多人面前承认过，而且就是他的力量在于就是那么多人说，哎，你谁呀？你这小孩是你啥呀？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说话呀？我直接四个字，我是他妈。像易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拍摄经验的一个演员。你快把合约签了，我们马上就得出发去德国了。为什么那么突然啊？我到了，然后他对啊，可以啊，可以啊，他不会让我撞的。对，你可以，我的包都行，你有包吗？有包，应该是有个包的啊，有包是吧？有的，有包啊。严重破坏了我的游戏体验。没你的智商，天黑都出。然后易潇其实在这个秦月的这种塑造上，他又展现了他比较率真和可爱的一面。老师说啥？你应该说什么？你应该说滚，渣男。所以他其实也有很多身上的影子很像秦月那个动作是这样子的，怕过去过画签子过画，然后我就放在这里了，对吧？就是动作型，然后我也不扶他，我把他手上的签子拿去了，霸道总裁就接住我。我跟你说，要不是为了若薇的房租，这块我是忍不了的。我多了两个月啊！哎呦，秦一月，你又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哎呀！他们其实完成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觉得两位演员在这部戏里的表演都非常好。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就是一场接吻的戏，那场接吻也是全剧我们第一次拍那个吻戏嘛。所以是前面的那个情绪。你觉得更重要？对，分分。但是那前面的情节那种，文职，包括我跟他的那种感觉的递进，我觉得文只是一个结果。对，真是第一次吻，深吻，深吻，深吻。其实那场戏的时候比较复杂的一点就是在空间调度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去想如何能够把那个调度的时候两个人的怎么去拥抱，怎么去。壁咚到那个落地窗上，因为如果是两个人就面对面站着的话，就会好就会有点长规了。那场戏也是经过导演的调教之后，有很多这个粉红的小气泡在里面。在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小燕是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嘛。对，我是比较喜欢表达，就比方说他说一些吻戏啥的，包括怎么去吻这个角度会比较好，一个什么样的力道，再加上比如说包括你的下颚骨怎么去动会更逼真，他在现场去对待每一场戏的时候会加入很多自己的一些小的设计。两个人在画面里呈现一个吻，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吻为什么要吻。对，而且吻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除了这种两人感情之间的这种甜蜜之外，我们还加入了这个小朋友小宝宝。爸爸姐，偷偷的跑了，看看那边。你说什么？你在这个剧组的谁的关系最好？跟姥姥的关系最好。除了姥姥呢？除了姥姥还有别人，我不怕你揍我。我强了，我强。谢谢你们照顾我妈咪，就给两个姐姐看。今年我写的是妈妈不胖，妈妈瘦。啊，对，对，就是这块儿。我觉得小孩是非常聪明的，谁是真心喜欢他，他虽然嘴上不说，他是真心能够感受出来的。你拍一，我拍一，吴宇轩是个大美女。我在吃，我想玩。我不玩了，我生气了。我生气了，我不玩了。而我呢，我天生就是比较喜欢小孩的，对，所以跟小宝相处的过程中，反正我就是喜欢他，我觉得他应该也能感受出来。那你睡了吗？睡了呀。你睡多少分钟？睡了好多分钟。那你不工作了？我这不醒了吗？剧里的小宝，他只有不到五岁嘛。其实，在表演中，孩子其实会给到你很多惊喜啊。开始。但是小宝，我觉得他应该在他妈妈的指导下，其实应该是每天都应该在读剧本，在做功课。弄丢我找不着了，弄丢了就丢了。不行，妈妈不要你了，因为我这场戏你拍好了，妈妈就回来。嗯，要是拍不好，妈妈肯定更不合适的。妈妈，发现妈妈不见了，真的很着急，我妈妈真的会走的。对，妈妈那里面没有妈妈了，那里面没有会走。着急的都快哭了，感觉真的很着急。然后其实他通过他的这种学习，然后到了后半部分的这种拍摄过程中，其实他把他学到的一些东西已经反馈给我们，这让我是特别惊喜的。会吧。一开始就是确实还比较难，因为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些很正确的反应。嗯，他居然都叫了，你想法你也太棒了。小宝这会儿不用笑了啊，然后就不笑了，叫你叫爸爸的时候就不笑了。但是后来你要掌握了他那个小孩的演戏的节奏，就是他可能是真心的在感受你的话，你的行为。孩子确实很可爱，也很萌，对，就比如说跟他聊一些他喜欢的那些，这个动画片的东西啊，包括给他说一些我小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片，虽然他现在兴趣感觉不大。是不是不喜欢这些小汽车呀？行，那姐姐带你去另外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好不好？好不好？到现在可能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那个天气，在我们整个的拍摄周期里边，长沙的天气其实一直是很不稳定状态的。水了，所以估计是不好按。
他的话就是比较自恋这样子，因为他会使一些花招嘛。其实他在此之前对于女孩就是玩嘛、喝嘛，花公子不都这样吗？笑什么？难道我说错了吗？不过我是这家酒吧的老板，我看你长得实在是太可爱了，所以我决定不婚，我给你个道歉。泡妞其实挺多的，但是他其实是比较缺爱的吧。我觉得我心里温故的点啊，在于就表面上来说，我就是不听话，就是他说东我说西，他说干嘛我偏不。杨助理，请问中午可以一起吃饭吗？想跟我共进午餐。把所有东西都抛开了，就是谈心嘛，然后觉得他一个人也不容易嘛，在外打拼，然后家里人对他又不好，还要问他伸手要钱这样子，然后那我就想要给他一个家，然后就来干到这儿。对，上哪去拿拖把？那儿。啊，门口也行，不交代了。在我的一个天台，然后用那个拖把沾着水，然后画了一个房子。就他给我画了几个空白格，说这是客厅，这是厨房，这是卧室，还有一个 baby 房。就他这个点能触到羊肉味。你站的地方是客厅，外面是个大阳台，这是卧室，里面还有个大的隔音间，这是厨房、浴室、次卧。对了，可能还剩一个儿童。不就是家吗？我给你，我想给你一个家，用来装你所有梦想。就承诺给他，我要给他一个家，我要给他一个温暖，我要给他我的全部。人的心理负担开心过一辈子吗？因为其实没什么朋友，他是真的没朋友，加上也别人不太理解他，加上父母对他的要求很高，造成他压力很大，所以是一个比较让人心疼的人物吧，我觉得。乔燕，你就不想知道秦医生为什么来找你？没想到堂堂贺氏总裁贺乔燕是这么幼稚的一个人。我了解你，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和事业上的成功才能一直给你满足感。我觉得宁伟对贺乔燕就是更多的是来自于两个家族的利益捆绑。从一开始就是医生对于一个精神病人的接触，然后再慢慢去打开一个心结。这么厉害，恭喜你啊！我给你做点吃的，想吃什么？西餐。更像一个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交往。渐渐的，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然后因为很多来回的相处，经过了一系列小事情之后，慢慢的产生了一些情愫。
希望这部剧能够温暖在爱情里行走的这些年轻人，一个对亲情也好对爱情也好的一个人物的变化，大家所希望去看到的，但这部剧也都可以给到你。有很多不一样的设定，有很可爱的小宝，多多支持就对了。治愈观众嘛，然后对爱情的向往会更加的美好。六个人完全不同性格，我觉得总有一段让他感同身受。三对有三对不同的那种甜的方式，我就觉得还挺好的。大家也很认真的制作，也很认真的参与去表演，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小宝，哎呀，不要不要。